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两位又来了。今天上海天气好好啊，所以我们就出来溜达溜达。然后我的好朋友南姐和阿燕姐，还有好多好朋友都给我推荐一个店，我就来探个店。他们都来过了，因为跟什么有关系？跟爱马仕有关系。说现在他们好像是叫直二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？交给他们家推荐过，是做线上的，做奢侈品，就相当于中古店吧。对。然后他们是在上海做的第一家的那个线下店，所以我就过来看一下。他们都来过了，说现在有活动，所以我过来看一看。就在这里，还离。我尽量不晃，又没带云台。我让南姐他们陪我来，他们不陪我来，说要录直播预告。我们到了，感觉好多人啊！哇，他家店好多人。你好，那我是博主，我能录视频吗？可以的。然后我们我们进来啦，看一下。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爱马仕吧？爱马仕都在楼上。哦，还有上是吗？啊，那边还有楼上。楼下的话主要是香奈儿，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品牌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，这就是他们发南姐他们发那个扭叫扭蛋机是吗？对，爱马仕盲盒扭蛋机。啊，这有意思。我看我朋友发这个了。这个的话是1000元购买一个扭蛋币，然后还有一个专属爱马仕的配饰，还有一个爱马仕包吗？有啊。1000元有丝巾、小马褂这样的吗？玩吗？三个币啊！就换了三个币，就换了三个币啊！哎，我每次特别爱玩这老虎机，那感觉跟这好像。嗯。哎，一次就行，一次就行。一次就可以。对，然后呢，这样子往那边，现在就是往右。哦。对。好好好。OK， 你过来了。哦。看什么啊？这个在哪儿？好，看。我们看一下啊。是什么？1200元的优惠券，1200的优惠券，嗯，看，哇，这划算，这划算啊！好，可以了。我自己看，这个我要自己看。嗯。哎，看，那边看见了，看见了，1800，1800，哇，最大的了，不，最大是2000，最大是2000啊，还有一颗，还有。哎，继续。哎，我看这个是什么？项链，爱马仕是爱马仕项链吗？是，真的。啊！看，爱马仕项链。爱马仕项链什么项链？我看一下是什么项链。好。我感觉我这3000稳赚不赔了。对。我选这个好看吗？嗯，挺好看的。这个好看，这个中了还可以选是吧？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太适合我了，我觉得这个我那没什么办。嗯，这生意还挺好的。对，这也是二手的吗？这个是第一款的。美丽的店员带我们上楼了，上面是有一个小秘密的空间。进来啦，没有大赛事，好像是有一些。这边有 Lindy。凯哥，看这个包。看一下。天哪！我当时还有一个呢，我那个是黑白色的，然后当时哎，但是这包有年头了，这包应该不是2007的、2008年的了。嗯，但依然很经典啊，因为再过年这都已经成古董了。哎，这还有个蓝色的耶。看这蓝色多少钱？哦，不到5万块钱，49150，那这个还蛮便宜的，这个可以拿去送人什么的，嗯，谁生日什么的，哎，并且还蛮新的，2014年的，嗯，那算是蛮新的哈，嗯，我好奇这个多少钱，这个怎么没有？这边还有一个大的猪皮，嗯，你看这个是不是保值？还卖14万多呢，现在这块，我看是哪年的？2008年的，我记得不是2007就是2008年的，够多。这个确实蛮好看的。嗯，但是它唯独就是男生拿的是金扣。金扣这个大小也可以，没什么问题。猪鼻子是95新的，8万多，83000多。嗯。哦，这个可以给我试一下，这20年的。啊，20年的。20年的。小老豆在付款。哎，这边还有个小阳台哎，这边是一个珠宝饰品专区。趁小老道再付款，我臭美一下你两张照片。最随意的博主来了，我戴口罩摘的，因为在 VIP 室没有人。本来是已经给我就买了三个包包，因为他线下没什么稀有皮，就买了三个全是普皮的，一个小箱的，然后两个爱马仕的。因为他们主要做线上嘛，线上的包会多一点，稀有皮的会多一点。线下稀有皮的几乎都是女士的，特别特别小，所以我一个都没有买。
然后他们家也是和中介合作的。本来我是要给我打包要拿走的，我一想神经病，又要坐飞机，提了个大包小包的，我觉得好像拆掉，让他给我发那个快递，给我发到北京去了，我就不用手拎着了，是不是很随意？是随意吗？明明是我，我不想拎。然后刚看那个蓝色买的，那蓝色还蛮值的，我觉得不到5万块钱，49,000多。原价正常，现在还我在北京，我估计是应该是买不到这个价格吧，是吧？嗯，那肯定的。这样可以送人，自己背两天也可以送人，因为蓝色的包，只要是蓝色包，我都走不动步，就这样子的。然后可以平常订购的就可以给人啊，都没问题，也不心疼，因为便宜嘛。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的，一会儿让他给我寄走就行了，不用要这个白袋子啊。嗯嗯，跟他说一下。嗯。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是香奈儿这个，因为这个停着好久好久了，在就是以前想找这款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特别实用。没想到来了之后还碰到了。对，看就这个。是不是超级实用？这个超喜欢，我给大家背上身试一下。那我移动的是不是要站起来？那就回家了，回北京的时候再给大家上身吧。嗯，然后我这个特别喜欢，并且也很新。然后会这个会留下的就不送人什么的。嗯，这个超喜欢。没有你喜欢的时间也很短暂。还有一个就是这猪鼻子吧，猪鼻子是2020年去年的新包。然后它唯一遗憾就是它的原装盒。对，没有原装盒了，这还蛮值得。这个8万多拿下来的。这个我自己平常可以拿手包当手包拿，或者是鞋花都行。当手包我觉得会更好看一点，因为它金扣的，就这三个，因为没什么稀有的。其实我想买个稀有皮，买了一个40的。我在他们线上看见了一个，我以为线上的包都在线下呢，结果是全国各地的线上不是都在这个店里边。我看它有个40的，就是一个巧克力色，那是属于什么色？巧克力棕应该是。对，非常非常漂亮的。行了，就没什么了，现场给大家开个包了，我就让寄给我寄回家了，到时候回家再给你们试上身吧。那就这样了，这期拜拜了。